火影手游二月决斗场的数据啊有点意思，在新的版本更新里，要被削的骨架狗登场率啊竟然冲到了榜一，黑流呼都蝉联胜率榜榜一多久了呀？对于半绿榜的三个忍者，策划广哥得来看看怎么回事啊！密卷榜里霸体和散是老面孔，查克拉上榜估计因为电焊狗，业创立出现段位赛和娱乐场胜率都是55%，而他的普通形态胜率都是61%啊！不是班你和中间是商量好的吗？啊，不愧是 CP 啊！甚至是植物人跟他们相比啊，都是逊色不少。绘土班娱乐场的胜率啊，竟然比段位赛还低两个点。木叶创立班这胜率，你好意思卖人法贴吗？身手大王的胜率这么看也不怎么样啊。幸好我没买，看样子好像连忍战葫芦娃都比不过啊。不过五爱罗形态里面最拉的还是疾风传五爱罗，新春萨摩耶啊，又漂亮又彪，可惜胜率啊只有47%。唐三你怎么了？胜率竟然只有43%？疾风宁次娱乐场胜率是56%，还不错。咏春宁次的胜率好像提升了呀，以前我记得应该是40出头，原来这个胜率啊是被师爷给接班了。回头再看，能够封对手技能的中秋宁次胜率还不错。那这么一想的话，忍战宁次啊不仅能够封对手的技能，还拥有大范围的无敌回天，能量条满时的大招还能直接满血秒杀对手，那他的胜率还不得上天了呀？起码得有60%吧。